我们再看下面请问。问成佛前后，这是阿难尊者提出的问题，看世尊为他解答。阿难闻佛所说，白世尊也，法藏菩萨成菩提者，这就成佛，为是过去佛也。是过去佛呢，还是未来佛呢，还是今现在他方世界也？这问阿弥陀佛，什么时候成佛的？是过去，是未来，还是现在？下面是世尊的答复。